Selena 的妈妈，谢谢大家对 SHE 的支持。三位好姐妹在一起，对于互相的爸爸跟妈妈都是自己的家人了。请问你们平常怎么恶心的跟任妈撒娇？来，那个 Hebe 先示范一下。就有的就是任妈，或者有时候直接叫妈咪。对，学 Selena 叫她妈咪。那 Ella 呢？怎么跟任妈？看到就是要先一个热情的拥抱。对。然后任妈，其实任妈真的。他真的代替我们的两个妈妈在台北是很就近的照顾我们，常常就是每次只要拍广告或者是拍 MV， 他一定会来探班，对，来探班，对，就是鸡汤，然后跟我们喜欢喝，比如说肉骨茶汤，对，然后把我们就是真的当自己的小孩照顾，对，所以就是很贴心，很谢谢，就是任妈妈把我们当自己的小孩一样疼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lena， 好久不见了，大家好吗？很想念大家耶，今天是母亲节。那我要祝福所有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。然后我知道今天有一个特别的母亲啊，特别伟大啊，特别漂亮，特别年轻啊，不止22岁，是18岁的郑瑞兰女士，也就是任妈在现场。妈啊，取代女儿啦啊！啊，等我好了，你就被我一脚踢开了，还是？希望今天你很开心，然后不要留下任何一滴眼泪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然后祝母亲节快乐，你是最伟大的母亲，也是我最爱的妈妈，爱你。然后再次的谢谢所有歌迷朋友，我觉得我好像话还蛮多的，可见我渐渐的比较开心了，也比较复原了。然后就谢谢大家，谢谢 Hebe 啦，谢谢妈妈，谢谢 Top Girl， 谢谢所有歌迷，爱你们。我会努力的复健，希望自己真的有一天可以再出来。我其实有些是开心的眼泪，因为真的他有越来越好。对，我也希望下一次再拍啦，或者下次在台上，真的就是 SHE 三个人的场子。对，是的。那今天呢，除了我们听到录音之外，录音是给大家的惊喜嘛，但是 Selena 有一个惊喜要给任妈的。对，这个呢，我们要派他其中一个老婆去帮我们拿过来。为什么要让 Ella 去？你要让她展现一下结合女人味跟男人味于一身，脚很开。是，亮亮，亮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张超级大卡片。是的，超级大卡片。这个卡片的内容先说一下哦。这个是什么样的内容？先请这个 Ella 帮你偷看一下。这个呢是 Selena 亲手写的卡片。是。然后里面呢有她要对妈妈说的话。对。